什么鬼？太什么鬼啊！我把上面的拉环全部都拉断了，连电池都还拔不出来，都是怎么？我手都快掉下来Holy fuck！ Jesus Christ！ 呼，到底是什么鬼？结果还是使用暴力把它取出来。这颗电池真的是巨无霸大，这个是6000毫安时的电池，这个是我目前我拆过最大的手机电池，巨无霸啊！这个拉环设计应该是要很好拉的，结果也是使用暴力才把它拉出来，这到底是什么鬼？OK， 那我们的小米 POCO 手机也顺利的把电池取出来了。